金门浓雾封岛，让地区的海空交通大乱。三号金门机场以及小三通受到浓雾影响，旅客挤爆机场与码头，大家都表示无奈，只能期待天气快点好转。四月正值金门雾季，三号金门机场的能见度在300公尺上下，导致机场未达起降标准无法开场。小三通航线方面也因浓雾宣布航线自3:25起全日停航。因应本次清明前的这个浓雾，那天气的部分我们没办法控制，但是政府绝对会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做出最大的应应。那第一个，我们也结合了这个中央航港局、这个民航站、民航局一起的努力，我们有一个 A、B、C 的计划。那其中今天实施的是 B 计划，也就是说在飞机没有办法飞的时候，我们及时的透过这次航港局的一个协助，我们启动了我们的这个金瑞龙的船班，第一时间能够运送我们的旅客回到家乡。那按照天气的预报，可能明后天的状况也不是很理想，那我们会及时来跟踪这个动态，那大家一起齐心努力，那透过港务跟车船的这些大家的协调跟配合，我们让旅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旅程，那也平平安安的能够回到目的地。为了疏运机场民众，民航局启动备援海运 B 计划，金瑞龙号于三号下午2:30载运288位旅客返台，自水头港开往嘉义布袋港，协助滞留的旅客返台。